la una de esas buses. No, no, no.豆花米啊，以前你见过喎，以前日本啊，呢度八块，日本啊，呢度八块，两盒五块，这有版权的，这做直播的，这有版权的，不要乱买。那稻花香会来找你。以前有没有这个日本的米的？以前。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啊。没有，一个韩国米也有日本米，很少。寿司米都是日本米，也有。以前做寿司都日本米。再来一袋呀。有啊，这个反正这应该没有韩国米，没有日本米。以前没有卖日本米的是吧？现在才有。什么叫多久以前叫以前？嗯，几个月啊，几个月啊，几年啊，这样子。清朝以前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国民党的时候还是共产党的时候？这里没有买日本，只有上个日本接他呀，有韩国那边。对，我就没看过这个。这个有日本米很久了，好多年了啊，至少有十年了。到我家不是日本的，啊，不会来家就不来家。是日本的，买来的。你是什么？手套。手套。哎呀，以前没人见过这个日本米的，我都是第一次见。铺的给我，不要拿进去了，知道吗？你会又打那件了？这手机那么多，你不拿就不拿。又有没有雨啊？上午。这太快了。不过咧，啲日本米咧就系比较偏圆啊、短啊、短同埋圆啊，但系唔系好似我哋食惯嗰啲咁嘅泰国米咁啊，尖啊、长啊，咁所以咧就究竟佢有几大？接受程度呢真是不知道。